是金志友，你二训练生于诗欣。大家好，我是孔雪儿。耶、yeah。画走什么风格？画你的风格。你这种波浪发，我就不知道怎么画。我先是可以画个大饼脸之类的，画个灯。我真的画的丑。你看这个脸，这个眼睛。不是，都是你们，你们让我快一点，然后我就画得很丑。哎，画完了。等一下，你太快了。豪放派我是。画好了，要写的可以画金子。你太丑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这都被我看到了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你快点，你这样子画好了。哦，你有耳环，那我给你加点儿。哎，好了吗？可以提前先分享一下这个创作理念。哎呦，等一下。好了，可以啊。等一下，快快快，快点！谁先？我们要先给互相看，还是先给？好，一二三，叮叮。就是一个那个什么，我就稍微我妈都比这年轻，勾勒了两下，这也不叫什么，这也不是什么。那我给你画点抬头纹好了，就是那种笑纹，然后就可能法令纹，不是法令纹。好了，我画好，表情。我本来把你画超美，然后我现在加了，看我的美不美？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，好吓人。你看她的紫色的头发。然后他的脸就是很尖的这样子，这个口红，然后粉色的眼影，他的眉毛，然后刘海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耳环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他的这个抬头纹，我没有抬头纹，你这样往上，哎，怎么会没有？我这是因为他，我脸也不垮，好不好？是不垮，我淡淡的，你可以淡淡的。然后他染的最近染的那种发色，我找不到我。如果加这两个，就会显得很老啊，你看。然后他很爱戴那种耳饰啊，这耳饰一定要需要，然后经典的表情纹，然后眼睛很有神的蓝色，太像了是吧？我的卷发也是很到位了啊、哦，我的嘴。好了，哎呀，画错颜色，满意吗？对这个不满意，我画的挺满意的。该怎么说呢？还行吧，很像啊。精髓都有，就是有点像巫婆，有一点点。那是因为你就臭美嫁的。好了。